新出的这个郭店检里头，郭店湖北荆门出土的郭店检，郭店检啊，跟以前出的战国检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里边啊有很多的古书，很多的古书，有些古书啊现在有传本，所以郭店检里边的古书可以跟后世的传本对照，一对照啊，就把很多不认识的字啊给对出来了。所以搞古文的人非常的高兴啊，很高兴。你看他的一个资有一篇资一啊，资一里边引到诗经，引到诗经里边说诗云啊，慎而出化，慎而出化，静而威仪啊，啊，这可以跟经本诗经对照的，哎，那这个肯定是说话的话，这没有问题的啊，说话的话，他说话的话写成这样，大家仔细看看，这边是言字没问题是吧？这个右下是口字，那口字上边呢就写的那个样子，是跟古人的折字写法是一样的，底下从口，上面从折了，嗯，那一对也知道啊，这个是说话的话字，它的右面部分应该是呼啊，啊，阔啊，嗯，所以我们知道根据这个字形，我们知道这个说话的话的右面的部分跟甲骨文里边的这个字是一个东西啊，是一个东西。那对于这个阔字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的眼睛序列比较清晰的拉出来啊，它上面写的那个折的样子，下面一个口型啊，上面折字啊，经过演变就演变成这个样子了，啊，这不是蛇啊，在说文里蛇字跟这个字的话是两个字啊。甲骨文的姑且读豁吧啊，甲骨文的豁字啊，刚才说到两种用法，一个做记名的啊，做记名就相当于后世的豁字，说明有这个字，嗯，说记也，就是祭祀的一个名称啊，祭的名称。一个是用声的方法，用声的方法可以读为郭了啊，读为歌啊，读为歌。所以把这个字视为豁的话呀，与于先生讲视为折，他的讲法不矛盾啊，不矛盾。但是我们这个说法比于先生的说法更好啊。好在什么地方呢？因为我们跟后世的字啊直接对接起来了啊，在后世的在已世字形里边找到了这个立足点，找到立足点。很遗憾啊，这个说法，哎，其实搞古文的一看都明白，到现在没推开去。现在研究甲骨文的人呢，还是按照于先生的说，这样比较保险，要保险，反正错了也不算他的，知道吧？多少年来都这么立定的，都这么试的。所以在古文字学界啊，一个新的说法出来以后，稍微复杂点被人认识，大概需要10年左右的时间，推广起来，成果推广非常困难的。刚才提到了这个慎而出化的这个例子是吧？其实这个字，这个慎字，我们现在直接用这个对应的经文字把它写下来了。其实在这个郭店检里边啊，它是写成这个样子的，它写成这样的慎，右面是从经的，左下面是从言的，哎，左上面啊一竖，它有好几种写法，有写成绞丝的，有写成一竖上加一点的啊，有好几种这个意体，嗯，一对我们知道通过这个郭店检啊引诗经，把这个引文跟经本的诗经一对照，知道这个字应该是慎字啊，慎，慎重的慎字啊。这个陈建啊，把这个楚简里边这一组字啊，这一组慎字，在楚文字里边的这一组慎字，把它跟西周经文里边的这一组字把它联系起来。西周经文里面这一组字，它有从言的，下面有从言的，有从心的。啊，还有从背的，上面呢有从金的啊，上面右边有从金的，左边的写法比较复杂。这一组字一直以来，多数学者是把它视为折的，哲学的折啊，哲学的折。那么陈建认为，这个甲骨经文里边的这一组字和这个战国文字里边啊，楚简里边这一组字，就是应该是同一个词，同一个词。其实用法呀，也很相近，啊，往往是慎
什么什么德，经文里边刚好也是圣什么德，圣觉德啊，怎么怎么样啊？古书里边也有圣圣什么德这种搭配，啊，经文里边这一组字啊，这一组字，十位德是非常好的啊，十位德是非常好的，十位圣是非常好的，在这经文这一组字的里边啊，那前三个啊，前两个下面从心是吧？前一个下面从心。后面两个呢，中这个第二个、第三个下面从言是吧？然后第四个呢，第四个下面从背的，哎，第四个下面从背的。这个第四个字，就是后来的本质的质啊，质量的质，看得清吧？下面从背的。左边啊，左上面啊，象经是吧？象经，但跟今日写法还不完全一样。就这个象经的这个东西啊，这一部分啊，后来讹变成经，所以在说文小段里把它当两个经字。左上面的部分，实际上是这个东西，这两个东西啊，并在一起演变过来的。这两个东西，把它轮廓化以后，把它并在一起，跟经字差不多吧，是吧？这两个东西呢，是由这个东西变过来的。这可以列成三个啊，列了三个，剩下两个就变成这个样子。这个上面应该说是保留了质的骨形，保留了质的骨形。这个质啊，说文里面有了两个经啊，这个字啊，它不读说文，当然不读质了。实际上是质的本质啊，质的本质就是辅质的质的本质啊，就看就是这个垫在底下的一个砧板啊，一个砧板，这从金像一个木头上面有这个锯齿的样子，像个砧板的样子吧，像吧啊，用狠了以后就这个样子啊，所以这个甚至上面实际上就是两就质字，就是后两个经的一个源头，也就是辅质的质的本质啊，辅质的质字跟甚字古音是很近的，所以这个字可以用为甚通啊，用为甚。这是利用这个战国文字啊，利用战国简谟文字来试读这个经文的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啊。这个文章啊，是当年我这个跟简谟研究编发的，这个出来以后既没有意义啊，大家都很认同的啊，谈得很好的这个经文里边的例子啊，在我们刚刚公布的《清华简》里边啊，有一篇这个这个尚书啊，真正的古文尚书乐命啊，乐命里边啊有一段话，他说：“故我先王灭夏。”故我先王灭夏，挟强。故我先王灭夏，挟强。这篇诗文是李承乾先生写的啊，这些。李先生是把这个“强”字，把它视为强啊，把它视为强。视为强嘛，认为是形容词，用为名词，啊，是泛指啊，泛指。强的国家吧，那么它是邪的一个对象。这个字很怪异的，很怪异。它原传是写成这个样子，它的左边右面啊，右面它是从义的，诚意的义啊，诚意的义。左面部分从弓、从口、从两横，左面部分这个呀是强，应该是一个从义强身的一个字。一般来说，这个强弱的强啊，就直接写成这个样子，不带一旁的。而这个字带个一旁，特别扎眼，所以把它视为义的话，我觉得怪怪的啊，觉得怪怪的。但是一时半时也想不到这个更好的办法啊，怎么样？像从文例来看，把它视为强啊，也是有问题的啊，也是有问题的。就前面是这个习夏嘛，习夏。啊，然后就来一个这个，前面是灭夏，然后是西墙，
后面是什么？后面好像也跟着是一个具体的一个国名，不可能中间啊是一个比较虚的这么一个东西，它应该是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这个一个国族名才对啊，叫五花的文艺的。这个直觉告诉我这个字啊应该是一个国族的一个名字，可是在古书里边我们找不到比较强的这种国族，比较强的国族。所以当时我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没有获得支持啊，没有获得支持。其实第一感觉很重要啊，第一感觉很重要。这个整理报告发表以后，网上就有网友啊提出我跟我类似的观点，他觉得这个同意的应该是一个国族名字，当然就这么提一下他也做不下去了，因为他也没有证据啊，我没有放弃嘛，因为我的很多的东西这个我相信我的这个第一感觉的一个判断。所以后来呢又找了一些资料啊，专门写了论文的专门讨论这个字啊，专门讨论一个字。在裘锡圭先生的一篇文章里边啊，我重读他的一篇文章啊受到启发，他文章叫做《石红墙》啊，大家读过吧？嗯，说在《古文字论集》里头啊，第53页到58页，裘院在文章里边谈到，他说甲骨文里边的这个红，甲骨文里边的红字写作啊有这三种写法。它是从弓的从口的孔，这个弓跟这个口的位置啊它是变化多端的，它们在甲骨文里边和金文里边是作为国族名来用的。裘院都把它视为红的，但是他在文章的最后他末尾啊又提到，他说甲骨金文里边用作族氏或人民的这个红不是红字，而是强字的可能性似乎也不能完全排除啊。他说的很非常严谨的啊，非常严谨的。他认为这个字啊也可能是强字啊，也可能是强字。他解释这个红字是从口躬身的字，这红是从口躬身的字，表示躬发出的声音宏大。这个强的构型本意是在躬的基础上加上口型，口啊口型表示的是事物的性质，它是一个区别符号，拉弓的时候需要很大的力气，所以呢用从弓从口来表示强的意思。这样这个强字跟红字它不都是由这个弓与口这个构成的吗？它是一个同形字吗？对不对？他认为这个字啊这个在甲骨文里边这过去是红的字，它倾向于是红，但是它也不排除这个字就是强字，这个字就是强。如果我们把甲骨文的这个红字或者强字跟金文跟战国文字联系起来的话，我们觉得啊甲骨文金文里边作为国族名或人民的这个字啊，这个从弓从口的字，是强的可能性更大啊，是强的可能性更大。裘先生啊，文章的结尾的推断很可能是正确的。这个国族名，强，在夏商之际存在，一直到商代晚期啊，一直到商代晚期。那么习强这件事情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过去不知道的史实。后来我还进一步挖了一下啊，挖这个氐族有很重要的一支，根据文献记载很重要的一支就是强氏，就强氏，对强氏啊。那后来我找了一些材料啊，进行了阐发。我认为在甲骨文里边和西周经文早期经文里边啊，这个强国啊，跟强氏可能是有关联的，无论从地理位置，还是从它的这个少数民族的性质来判，
来判断的话，都可能是有关联的。这样的话，因为这个底足找到了这个更早的源头啊，源头。我过去以为接足找更早的源头，这是利用这个新出简模资料来考试这个甲骨文的甲骨文经文的几个例子了啊。实际上近些年，甲骨文考试、经文考试上面所取得的突破，基本上都是建立在新出简模资料的基础上面。因为这么多年来，人们通过类证啊去做研究啊，已经做到极致了，突破已经很难了。根据新出的简模资料有些东西啊，一对，轻轻松松的就对出来了。那有个前提，你必须对汉字发展演变的这个脉络，你必须非常的熟悉，因为它不是简单的对，它必须说明它这个从甲骨文经文是吧，到战国文字或者秦汉文之间，它有个发展变化，你要能够看出来这种发展变化，你要能够证成这种发展变化，要证明它的演变脉络啊，才能够真正的解决问题。新出简博对于文字学研究的拉动作用啊，通过上面的说明啊，我们看得出来是很大的啊。材料的增多和研究的深入，这方面的研究啊，肯定会有啊，肯定会不断的取得新的进展啊。我希望啊，更多的同学参与简博的研究啊，我们一起把这个工作啊推向深入啊。今天呢，我就简单的啊拉杂的讲到这里，希望大家批评，谢谢大家。Thank you.